大家好，我们新业班好久没上课了哦。我想今天呢，我们必须讲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大家平时都在念佛。那为什么要念佛啊？在于佛教里面啊，念很多的佛号啊。那这个佛号呢很多的好好大家都在念，那为什么念这个佛号？可能大家没有去注意啊，没有去用心去体会。那我们念佛号呢，其实要了解念佛号的意义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啊？那就像念平时念阿弥陀佛一样，那念这个阿弥陀佛当然是求身心的清净，然后将来往生净土。那我们念这个大自在王佛的这个圣号呢，跟一般阿弥陀佛或是其他的佛号呢不一样啊。我们从很多很多的经典呢可以看到这个很多很多的佛菩萨的圣号啊。那为什么我们不选择在这个经典里面所提到这么多的圣号没有去念它呢？偏偏要念这个南无本师大自在王佛呢？其实这个在祖师呢这个传这个大自在王佛的时候呢，其实他有特别的选择。在这个末法时期里面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或是说我们念其他的佛号有什么不同我们从这个经典里面可以知道，就是经典有讲到在末法时期里面的众生的寿命是很短的在我们认为100岁已经很长寿，但是在经典里面这个是算是短命的大家可以从经典里面去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曾经在讲过，就是末法时期的众生的寿命是很短的。那在这个寿命这么短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这个能够尽快的跟诸佛菩萨感应能尽快跟诸佛菩萨感应，然后赶快了脱生死，赶快把我们的戒定慧修出来尤其呢在末法时期里面这个阎浮提的众生呢，根识业障呢特别重这个智慧呢特别的这个没有敏锐这业障特别重没有智慧的感觉，智慧不高。所以呢，祖师在这个要大家念这个九字禅的意义呢是非常深奥的。这个九字禅呢，等于就是我们在念宇宙的能量我们以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个九字禅呢就是在念宇宙的能量那以念诸佛菩萨的法身，念诸佛菩萨的法性体，众生的法性体。那什么叫法性体呢很多人呢修了老半天不知道什么叫法性体，也就是我们的以一般人来讲就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魂那以佛教来讲，就是最低来讲就是中阴身或是这个法身那修行的目的呢就是要证法身目的就是要证法身。那这个法身以这个佛教来讲呢可能不是那么快我们佛圣中所讲的就是说我们要从短劫入长劫。如何从短劫入长劫，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呢进入到我们的佛性里面让我们能够寄生能够证道成佛。但是在佛教里面偏偏讲要三大阿僧祇劫，那我们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成佛？当然要累劫修来的福报累劫修来的福报有这个根气跟智慧以及我们的基础呢，才能够达到这一辈子呢能够证道成佛。
啊，那才能够证道成佛。